两千零二十四年十月二十四号，今天是礼拜四哈。啊，今日中国台湾的天气呢，东北季风啊，加着这个做潭尾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各地天气气温拢总下降，转为比较较凉凉哈。啊，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家人啊，北部这边家呢，有可能局部大雨，甚至有核武发生的机会。啊，其他所在山区拢有可能发生大雨的状况哈。故你听到九月二十二号，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22度到32度哈，这是咱天气状况，欢迎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来，来看新闻之前，这个气象，再给咱补充一下哈。这个台南市的气温是我拢对咧下降落来啦，吼，啊，北部应该下降的佫较明显吼。啊，不离个呢，这个轻度风台风叫做潭美啦，吼，这离咱台湾都还佫一段距离的吼，离咱的南边遮，即卖讲是吴淞岛这个所在啦。啊，结果这个潭美风台风竟然甲迄个东北季风啊，从阿哩下当发生着强断效应吼。中央气象署呢，昨下暗警示啊。我们今天你跟明天在家人北海岸啦，大台北地区啦，包括南半部的所在呢，阿霞南部的所在是恒春半岛遮，拢总有大雨甲核雨发生的机会，而且是非常激烈的落雨吼。今天就开始啊，啊，这个依然呢，啊，讲对昨开始啊，好，安尼甲算起来吼，三天拢总落900毫米就对啦。哦，900毫米，对，用这个的。讲啊，这个今仔下晡的时阵啊，这个云河区呢开始向华东甲恒春半岛扩展了，对。啊，这个明仔载透早到高峰哦吼，啊，所以呢明仔载啊，这个、差不多整个啊，这个台湾啊，全部拢总会受到影响。啊，西半部来讲，是伫北部啊，甲上南边，哦，甲上南边遮。上南边，啊，这样算南吗？啊，咱无啦，咱拢算，咱直接听恒春讲话。哈哈哈哈哈。啊，中国看是看到我哋云车道啦。看都好，那个云内都是地方这个所在嘛，它对新诶新跌落来，啊，到这个这个样，啊，破一坑啊，然后到无云啊，那就对了哈。啊，每个呢，这个这落雨的状况，大家拢爱特别的注意就对哈。啊，那是这个这边来讲，那个这是气象哈。哇，这个潭美风台，这根本都比吴淞岛迄离咱那几啊百公里远，但是伊个外围环流也无大呢，伊这个算轻度的尔。嗯。这个算轻度的尔，对吼。啊，竟然讲安尼，含这东北季风夹做伙，啊，强强暴面顶面这顺啦，这条啦，讲到这条又翘落来啦。嗯。哦，这条还在五千温度吼，这条云有够大条，这条云还叫翘落来，安尼就对吼。好，安尼简单补充报告，简单讲啊，非常不管你住倒位啦，这几天啊，拢爱注意随时有可能出现着这个。东北部安较近，对啊，安尼想就对啦吼。我拿迄个巨蛋有无吼？嗯。就无差啦，不管你伫内底啊外口。你中间都啦，中水边啊，中水边太白痴啊，中水边，九月初五巨蛋这个做演唱会有无？单位也出来了，中心搁再也卖股出来，你嘛是多对人客。哎，我这一个查甫，因为是上海，因为嘛是讲要提巨蛋呢。对啊，都出一轮。这么大家都买，都买买巨蛋，买出演唱会啦，顶下人家报的，那边一个老爷啊，对不对？讲千万唔敢讲演唱会。伊是讲哪发生状况？招袂离啦，阿都无想总共都无多啊，阿那小办法咧啊。伊意思是讲，比如讲阿都闹天灾地变，大家先做咧招总是。阿那无天灾地变，大家无先做招总是 OK 啊。所以哦，台湾人真正大家拢咧到现在嘛有啦，都有加上那比如讲火烧，火烧你嘛在变性命走啊，阿换地单啊，你有时阵，这种天灾地变，大家都会生惊嘛，阿生惊。生惊我别讲嘛，都落死人。人啊。佮叫较早的公款无？在阿咧讨论巨蛋的时阵。在电视的名字，人以前都讲天灾地变，你讲干那气出问题啊？对啊，
上面边啊？诶，来啦，咁样啦，唔敢讲懵讲啊，咩出问题就带去啦。啊，咩出问题先？上好时多鸡蛋啊，即系都我拢冇人嘅。啊，突然间讲，好唔正事先，我攰两板落去啊，你啊，啊呢度听条大话。你即系熟悉哦。系啊，拢冇人嘅时候，快啲报名啦。我嚟即系拢冇人，突然间即系两爪板落去啊，你啊，咁样讲，即系处理点点嗬。系啊，借钱啊，阿水开始，然后开始落河，即系所在闹河，呢个所在闹河，分分钟钟会唔会？嘿，但是才要出大事啊！钱都卖啦，哈哈哈！讲无效啊，你又再特条客么呢？几啊万人支持呢？你又讲微博有路用嘅，对唔对？啊，家人咱咱特人讲，特人讲啊，靠何用呢？我嘛是打不到钱啊，对唔对？哦，所以大家平平常心看待到咯，哦，啊，也这样嘅。来，另外咱都是有报道，这个家人啊，这个家人关哦，这几天落大雨。啊，那以气象署来报告吼，已经来到吼放假的标准啦。但是这个时阵的林祖庙馆长已经无心情啦，我宣布讲，恁要办办领导的事，恁家己做决定。照你讲一个宜兰馆长，你若看地灾性大雨落家安尼啊，尤其已经大家放假的条件，你要出来宣布，你办就办，唔办就唔办，唔是因为你的案件贪污案件，昨昏已经吼。一审这个辩论终结吼，啊，这个总辩论已经完成了，了后去给检察官给你求刑20年，你当我心情未爽，啊，然后当我讲你所有的家人官，那还是宜兰县所有的国际官，包括学校，讲要办办领导的代志，应该决定，未当安尼啦，未当因为你的官司，即马来到这已经22月30日，要判刑，你立下公布，我别讲安尼啦。他怎么办呢？他办不就？伊都伊啊，伊都心情坏啊，即马用求刑20年。伊讲啊，咱双北公恁要办办，恁好好家去处理啦。国际关区公所啦，关区关哥恁家去处理啦。公对你定啊，哎，啊，将来几乎定啊，你啊，听啊听到吧？啊，就是讲你定啊，到他啦，领导的代志啊，领导的代志。你忘不了，你别忘到这个对对。定啊，个意思，咱这个讲是讲啊，你是姓张，张啊，张啊，你张就对啦，对啊，张啊，张啊，来，咱来个看吼，将伊安尼等到12月30日，伊特别来个判罪，唔知判罪未来唔知啦吼。你讲宜兰地方法院审理宜兰县长林祖庙涉嫌贪污的案件，昨昏阴暗的已经吼辩论终结啦，定在12月31日的下晡2:30要来宣判。啊，这个检察官当庭来向地法官请求个判当落，个判当落，其中有关林祖庙违反贪污。抵罪违背职务行为修不正的利益的罪部分啊，建议吼法官爱甲判有期徒刑20年啊，执行权5年。啊，那另外一条特殊涉及罪吼，迄，那个检察官要求法官这条应该爱甲判2年6个月啦，并且甲罚金200万啦。啊，没收伊的不法所得。林祖庙当庭听到这个检察官这种的论述就对啦，我开嘴讲我。一世人正当将尽啊！唔忘法官嫌我清白，判我无罪啦。宜兰县县长林祖庙甲宜兰县县府官员总共有15人牵涉着吼，劳动镇公所违法执法农地农用的证明，包括吼啊，这个98地号的临时建物吼，延长作为啊总统李伟大选的总部使用，包括1558号地吼，免扣112万的土地增值税。一个有洗钱啦，包括财产来源不明等吼四起案件，包括2022年8月检察官依着伪造文书，包括贪污财产来源不明多例，包括特殊诶这个啊洗钱定罪来个起诉啦吼。啊，当然这以前拢捌念过，咱就无再直接定念嘛吼。咱个看都林祖庙被人经处理20年，包括另外一条2年半吼，以外呢就是因查听东西，往那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包括后生讲，我拍什么卡棒啊？那自己走，很多比如拢个意思嘛。对啊，关键。啊，什么卡棒吼？开卡时我讲西单会烧掉吼，大家都知啊。讲爱东西不要靠啊，其实叫烧掉啊。当即马政府拢无，也变那笨蛋。林祖庙被救刑20年，家庭嘛交2年半。啊，那因查囝呢？因查囝叫做林月玲啦吼。我那去
检察官吼，甲控告违反贪污治罪、违背职务收啊收受吼，这个啊不正的利益罪啦，求处有期徒刑12年。另外过不来。好啦，这林祖苗讲到歹听，我咱都不了会的消息啦吼。啊，其实这个检方啊，甲法院拢有咧继续审判就对了。啊，这林祖苗从起诉的时间是啥物时阵？2022年。2022年8月，伊对用指数到今嘛就对啦吼，已经准备好多两年啦，安尼多安两年，从起诉了后到一审了，即嘛是一审辩论中间了，还袂判，哎呀，我准备准备判，一审辩论中先是长辩到12月31日开始判，所以咱那边公开好听，就是讲咱台湾咧办案真正有够认真了，拢无一项加减冤枉，好听咧，哎，真好听啦吼，啊，讲啊歹听就是讲，唔知。是对什么挖格地？伊当时咧选馆长的时阵，都打一个竞选总部咯，打伫苏联的土地，但是时间到啊，你爱拆掉。啊，但是伊讲伊去甲地主讲，即马作接续落去，特别选总统啊。这个竞选总部和阮选总统，包括选立法委员的时阵，人好做竞选总部来用。啊，你和我输赢，我唔免甲你扣这个什么的迄个土地钱得税。这拢是小花钱尔。上界重要的就是林祖苗啦。伊的假金婆啊，伫农会假金婆啊内面有一条7000万的，这条7000万的去予检察官甲吹掉、掠掉了后，甲问讲啊，你这条钱是对对啦？伊讲袂出来，交代袂出来。伊讲你个就算做馆长，包括迄当时罗当镇的镇长啦，包括恁过去已经过用去红山嘛，做民意代表啦。去安尼啊，薪水嘛无在交，人领个7000万，你这条7000万，你比对出来，你甲我讲个清楚，讲袂出来。交代袂，财产来源不明，对这条就是上界重要的啦。我无被禁诉个20年啦，伊就一块土地，我都竞选总部伊都计较嘛，因为竞选总部当时就是侯友宜要选迄个总统嘛，伊原本伊咧选县长时阵用的迄个竞选总部，甲地主讲，我即马甲你搭清竞选总部，你咪甲拆掉，啊，我互你一个方便，就是你一块土地钱，但我唔甲你扣钱，听讲条100万啦，唔甲扣钱，唔甲扣钱，过一年啊两年了，迄个所在都还互侯友宜含因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做竞选总部来输赢啊咧。那是另外一条，啊，即嘛是条上界严重的是气候，加杂出工业地龙会加金铺啊，里面有一条7000万的。哎呀，伊迄阵用迄王八机咧，啥物种种有诶无诶啊？啊，迄看白话只，啊，现在嘛都无讲王八机是条龙。哎呀，无诶，听讲王八机，但我蛮常王八机，你都听袂晓诶，讲伊会晓诶，真正有影吼。哎呀，哎呀，在林祖苗等12月31日啦，哇，正好变诶，12月31日。那新历来讲，多要跨年咧，多好要过年嘛，对吧？今年诶上尾工就对啦，吼。啊，啊，我讲讲我，伊讲无一定12月31日宣判，伊有讲，如果那是咧裁，咧裁决的过程当中，那是叫冻顶着，叫冻着，人时间，有可能得去拖到过年过啊，过年过好宣判。
民主了哈啊，江芒球也是二站，其中有一条就是财产来源不明确哈。反正比如咱来给咱台湾的财产来源不明确是啥物情形，他会出现这条，你晓得吗？就是已经卡着案件贪污啊，或者是讲有不法所得去江芒查着，这样才开始查你的财产比对，靠财产来源不明。哦，安尼，啊，你那这个人拢不能啊，真啊，人我都拢管啊，对不对？我啊，无你两条啥，无你两条啥，啊，我就是当啊，伫逐日的逐工都拢正常去些个公务机关上班，但是我财产二十亿、三十亿，恁明知哦，但是因为我无犯罪，互恁两条，你袂使查啊，袂使查，明明这绝对倒袂起来嘛，你伫公务机关上班，安那上上到你家己会有二十亿、三十亿，无可能的代志嘛，我但是啊，只要无掠着我有犯罪证据，袂使查我财产来源不明。嗯，哦，你有意思，你得有犯罪，他当，你无犯罪，才开始对财产来源不明这条罪来。啊，人外国的财产来源不明是安那，只要伊的收入加伊的财产无合理，无合理，无对等起来，我就要查伊啊，我就要查。啊，你看恁台湾的政敌啊，真正你看顶这条法律你较看，他你这个人家都同款呐。对啊。你吃毒，你若无现场哦，去红超着，你身躯顶有地毒的话，对啊，还是讲你在现场底下咧输毒的话，嘛袂当甲你验头生、验尿、验血呢？无唔对啊，啊但是咱坐倒转来啊，足侪人是伫零检的时阵，伫车顶有吸下面的味啊，还是讲伊的车顶叫发现迄个温度啊，警察就当直接甲你检验，让你查，就随你检验嘛，看你是咪毒。你若像一寡人安尼看你狂心狂心，一刀见头，啊讲着话安尼，迄个迄电闸刀是着对啊，就是上下逍遥啊，咩对啊？你那辛苦顶无敲到毒品，你嘛别当医生。我当然，我这个这样黄花豆当茶，当然黄花豆当茶。哎呀，我敲，你那伊辛苦顶无敲到有啥毒啊？对啊，是讲以前用食都叫杀掉啊，而且再两倍严重啊。所以伊家家出敲，你这个财产来源不明的，照你讲就是安那，那用常理判断，这个财产根本就对顶未起来，无可能对起来。嗯嗯就算你大家你徛，不要做认真加班很好呀。你都无可以，这照你讲，尤其是这里真正要针对是公职人员加公务员，对吧？这样呢，我来查，应该是安尼唔得对。后头爱等下讲又犯罪，红章压掉啊！你后呢，你个起诉啊，开始办你的财产来源不明罪，政治要来管，电话录是安尼定的，那根本无心想要定嘛。就咱昨下讲的啊，一做一发那东西，宣布讲修法成功，欢喜到要死啊！兄弟都是大炮人大喇叭啊，一做一发啊，吼！那这个一做一发破两百单，关二十单啊！你这啊，其实一发就要中啊，多厉害啊！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信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会专线电话哈，现在金光哥，哎，金光哥，哎，感谢。这产品要被管制更紧哈，拜托拜托。真正有效，安尼好。好，我去年，去年吼，迄个我政府唔捌去整迄个物件，布就拍地底，啊，迄个破地的时阵吼，水出来，啊，好就拿一道哦。倒有水哦。嘿，水啊，啊，迄个好的时阵吼，拿一道哦。迄个所在拢乌乌的对。嘿，拿乌乌，啊，我起码就是讲，到一摆安尼，我就无再要伊啊。啊，佮第二摆，一个木瓜布佮布出来。好安尼。布出来，我讲讲讲妈妈，伊讲我害侬。那是你辛苦的多久所在？拢伫卡，伫卡吼，嘿，伫卡呀，我是讲伫卡，伫迄个弯桥遐吼，无啥看到，我无要伊，我就阿讲惊，讲我惊讲，那无恁何先生看，啊，我就阿偷懒嘛吼，啊，都那个经过，一个步看，哦，个步是卡伫后边卡中遐，哦，够大卡呀，好个时阵啊，哦，你阿足歹看咧啦，啊，我就阿讲，阿无来红看袂使，啊，都有一摆吼，都好，我拢听人多的，啊，都转迄个红警务咧讲。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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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到今年已经安尼食了两天啊，拢无补出来。哎呦，你食两天还讲过？我就是讲，因为放假，我唔敢迄个讲啦，我自己吼上无聊，安那打电话去影响。哦，了解啦，听讲未？因为药吼，较重要个。哦，安尼吼。讲吼，那真多有人像我这款镜头的人吼，还金杯恁的药店。要陪护生伊都拍，拍了对啦。金杯恁的药店吼，较重要效啦。安尼吼。啊，我那讲咱继续咧，再我甲恁叫啦。我是讲，啊，我了处理吼，就是咧迄个天边吼，我。哦，去到顶顶那边，我到底在哪个里边？好安尼吼，啊，你除了这个爬以外，佫有倒位无？你本来身体拢无啥毛病嘛？嗯，我是迄个因为头壳啊困啊，哦，迄个困足重要，我拢无眠的，我拢困袂去，啊，拢食迄个爱困的，拢食起来。你食爱困的啊？系啊，啊，就暗点困袂去啊，啊，拢差不多规日来，变一点半咧。哦，啊，就可能拄我第一日困一觉，吃安尼对。对，安尼唔好，安尼唔好。那有改善这个迄个困？哦，你困爱困的，起码有改起来。这个困好多，咱拢自然而然家己困。嗯，你若倒落，哈，把酒杯去自然。嘿，咱自然而然家己困啊，啊，一尾后吼，有时啊，久久啊，干啊，失眠啊咧。啊，失眠阴阴下啦。嘿啦，啊，食着迄个是讲，较刺激嘞。茶啦，迄个茶啦吼。我唔知你做咩个只。安尼啦，啊无好做好困嘞。安尼好。好困嘞嘿。好，是。嘿啊，我就是讲，今天真巧，我有想要打电话。好，安尼好。好。不过我唔敢讲。安尼啊，我今日。啊，我先甲你讲，我先甲迄个领导就讲，领导就好恁个啦吼，啊是㖏。你要好，真感谢雄起时代收听台湾人苦乐杯节目吼，广告时间啦，介绍咱现在公司有小三米石头山家产品的店吼，去临时再甲恁跟进吼，是开始有效，恁的产品开始有效安尼个店。呀，所以咱现在公司吼，实在是吼也袂高负担啦，咱公司是了对啦吼，去食好的人哦啊，拢甲恁注重的这个娱乐啊，娱乐啊，这就是咱产品的价值的对。所以对现在现在公司为头一米的石头山。开始，欢迎去多少多山顶的山吼，许多山开始。那每一个人心理上哦，不是这种病尔，有甚至几啊种这个复合型的这个白天。啊，所以呢，你要吃药，真正有够歹吃。啊，都有这个物件，要含白天的物件，通给你吃。对心理上的帮忙哦，甲我同可以感觉真清楚的，感觉哇，好好去啊，安尼就对。啊，那无你吃这种病啊，这种病是容易，啊，种病也无吃，啊，种病把个带掉的。所以你也当医的，就是讲。那这物件要含白天，哦，你过几日去都话无要紧，啊，过一病也无要紧，还是选特色，安尼有当然无送过来出来，你甲食符合别个产品就对啦，以许多山为主就对，啊，所以咱这产品就是要互你安尼食，有啲无了解，你会当拍电话甲做上一询问，真正好用的就对，甲阮建成的是安尼讲，哦，真正好的就对，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今麦是处各位信山公司产品集团的朋友呢，咱都加上三罐以外吼，咱有提供一款产品，为了尽上给咱买啊，这个集团的朋友吼，咱买集团的朋友呢，你会当来加进吼，诶，这个产品有啥物呢？品质过一斤，你当来加挑选吼，啊，你要加进吼啊。譬如讲电风一台，我看是这种电风扇。新庆山公司另外有三台，三个惠阳素、金立明、保顺健、喜乐清，两个素三十粒，这嘛拢会办的。啊是，要甲金立明，我两阿买都有十二罐，拢总会使。咱一道金一行没关系。啊，另外就是各新山公司产品五罐的朋友，都加上一罐以外，同款有提供出个奖品，为了奖赏咱五罐的朋友哦。你五罐的朋友呢，你等下金三件新的保鲜盒一组，你要甲金保温杯一支。金白沙湾鸡哥一条，你要金大香糖就一打，金五百支的洗头毛巾一罐，五百支的洗衫巾一包，你要个金燕窝其他来六罐，拢总可以啦吼。咱一包金一行微关节吼，空不空空空五百六六八，感谢。来，接落来咱要邀请听众朋友呢，走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台南市将军吴先生来点播江辉演唱《骄傲》。我记忆
的无人甲咱友好，我会陪你每点一秒，听你讲少年的时阵你有我同，吃好吃歹无计较，怨天怨地嘛袂晓。专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电话在时间八点到下午七点，啊，咱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或者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好嘞，继续，咱过来甲看新闻好来。那伊接续去，咱咪来甲看一篇这个社会新闻。咱知影最近这个社会上吼，少年家囡仔爱死惊一种物件，讲叫做迄个电子烟呐。啊，这电子烟伊方便伫安那呢？你唔免点火，你想要输得当输。啊，伊内面有几啊种口味啦，啥物咧咖啡的啦，哦，啥物咧苹果的迄吼，足侪种，迄是拢一般烟用的啊。上界严重的，就是起码有不少的这个毒烟啊，多啊种毒品呢。甲藏入烟弹内底，甲入去吼啊！即、這个电子烟，即个烟弹，伊个会当入烟嘛？爱甲情况叫做弹，想要入枪支安尼。结果甲迄个毒品入入去了后的时阵，伊也免点火，伊也免从啥物，伊就第二只底下身躯藏伫车内，伊然后送交警，伊就提起数一个。
啊，这顺其的假婚呢，假婚是咧基眼基舌素素的鬼落呆呢。迄素咧到底几个人同我冤枉去，偷干我戆去。最近有一种毒品讲叫做宋西毒，宋西毒啦，依托米子讲真吼，食咧到底人同失去理智啦，啊会丢筋啦，甚至吼喘气吼困难，有诶无当当塞塞。搞这个宋西依托米子的咧，甲坑伫烟袋里面，咱知影哦，以前的人食都是有几种方式。一种就是啊，把薰的薰草炼出来，啊，把迄个毒品啊，吼，譬如讲安非他命啦，啊，是讲红魔灰啦，安尼也伫迄个薰草内面，啊，佮把薰草安尼个喝了，佮放入面去迄个抓薰内底开始数，这种动作你的开枪无法动作会到。另外，种食毒的方式就是用下毒啊、金箔啊，将迄个毒品佮放伫金箔啊顶面，你下骹落去烘火，烘火伊烧热，啊，然后化羊去抽一个，抽一寸烟起来，然后你鼻啊吼，同我用里面来面烧，这里开车也不在别人做这个动作，所以这种爱秘密处境啦，秘密隐秘的所在，甚至有人走去秘密对呢公共便所，哦，譬如公共的公共便所吃，因无在条人吃，这些毒的过程当中，一边开车一边吃毒，但是今嘛有这个电子烟出来方便啊啦，方便你都唔免做遐动作啊，唔免做遐动作，我塞车我就当吃毒行啊，啊我塞车咧吃毒的过程当中，警察电话袂掉啊，因为我车伫我后头袂走啊。但是一旦吃了到底就对了啦，戆去！这个依托米子讲吼，以前的对啊，你白是拢无管制，大家就开始对中国你白说，大家开始少年家囡仔就输落啊、吃落啊，一直到到发生代志了后开始管制，管制是安怎样管制呢？无判多刑啊，可能跟他罚金，还是安怎样？无判多刑，但是一直到到停无偌久的时间，造成开车吃毒、开车弄死两个警察、弄受伤五名警察了后的时阵，咱才开始去重视讲啊，代志大条呀。所以无要紧，紧来收翻吼，把这个依托米子跟烈酒吼，二级的毒品杀掉都爱关。未使，即马刚开始吼，有关单位啦吼，伫咧研究讲要安怎样啊改变做二级的毒品啦。啊，这二级的毒品是安怎呢？杀掉毒贩金以外，见面得爱判三年起条罪刑，见面得爱判三年起条罪刑。简单讲，即马无刑罚，就是甲你压力，别当甲你关啦。可能甲你处理你也是安怎样啊？得，互你搁再当长高不长呀？这我唔知。其实安尼个无够。今天你如一托米子会当藏伫烟弹内底，蚊仔仔有八种毒品会当藏伫电子烟的温弹，诶，这个电子烟的这个烟弹内底，后日阁会有另外一种毒品会当藏伫电子烟的烟弹内底。所以我讲有关单位，你若要针对电子烟来处理的话就对了。你敢若讲哇，一托米子这样的特别级的，啊，即卖来连刚阁倒来，阁八种毒品入来，啊，又阁藏伫烟弹方便输啊，唔免用下锅啊，用金箔啊，伫遐咧熏，唔免吼啊，这个抓烟的烟草炼出来，啊，加些毛灰。伊拉个安尼，他面个亚地地面个亲戚里头比较熟，伊即摆就坑伫烟弹内底，拢做方便呢。所以会当一面塞车，一面速度。啊，那一面塞车，一面速度，迄是面咧食酒较严重嘞。你那一面咧塞车，一面咧食酒的话，迄个爱个食个段时间还启动，又是一催促人启动嘛嘞。所以你针对的就是这个电子烟啦，电子烟很劲啊，对啊，电子烟劲嘛，你就是你啊，你就爱迄个爱挂那个事情，抓电子烟啦，因为你敢那禁依托米子呢，林刚伊买个进口把种毒甲治理，依托米子把治理治，温大来滴啊，哎，咱讲真诶啦，佮话咱来做理会就对啦，咱永远就是讲对咧毒品后边咧里面，是啊，只能讲是安尼啦。你讲迄个电子烟劲嘛，劲啊，咱挑都买出出理你敢话掉，都嘛好个只啊，嘛是个你还点数。想一想，以前的滴滴花大粒吧，无啊大粒，反正那是要写好嘛。啊，我大粒也够加嘞，真的。伊不是廿分，伊不是廿分，只要输一单，输一个棒的，一个分都喷出去啊。这个烟都喷出去啊。对啊，伊个输个都烟啊。啊，伊这个伊托米子这种当然就是个特地就电子烟内底会输啊。你若输一般分流也是咩啊？都那喜欢写分啊。啊，你若输掉伊托米子坑里边都会坑你啊。这么电子烟哦，推出来无烟对啊，啊这电子烟。
我伊个分油啦，加伊个本身电子分析机啦，吼，还有包括伊个分段，你伫网络还是伫倒位咧卖了，叫叫警察查着，这拢唔做啊，我顶全面拢禁嘛，对不？但是我没有来得及归来啊，过来吃，我嘛是赶快叫上我倒去买着这物件，但是唔吃啦，这是要掺你了毒品的，一般一般会用啊，啊叫上拢买着，啊叫上去在那慢慢感觉奇怪啦，台湾有禁钱无？我唔捌禁钱，禁钱啊，吼，那里还有，对，对，是很多那亏钱。好的，我老板呢？哎呀，什么笑的啦？讲得多呆呀！讲，哎，今年一个去连锁开六千啊，拢为着什么？为着那边那边包好菜，讲人头几几万几啊？你送你就加钱啦，加钱啦，不要啦，六千啦，一分头就扣六千啦，哦，对不对啊？现在经常问我钱从哪来？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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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哦，健康的，啊，他又人咧讲讲，做好姐妹，当然咱那边就发规矩啊，以后不管哦，到底是什么毒，只要伊是毒品，咱就是全部拢死的嘛，你讲你为了办你阿妹，啊，但是阿妹你一定要有针对性，啊，针对性一定是用对阿妹来啊，其他你依托名字啦，明仔载无得加沙拉托啦，冇可能，你这是为个什么物件？你讲关于东西，咱做那出来时都是中国，暗中没办嘛，对啊，啊，今麦都讲人家听到做中立国，按就按根白板，那是今天才谈错。哦，对啦，没错，但是按根白板不玩嘛。嗯，按根白板，按个股哦。对对对，好。那所以，这物件刚刚讲吼，就是这个，人讲魔高一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啊，有人讲未使安尼讲，安尼魔都算赢，安魔都赢。有问题啊？你应该做两边两脚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但是咱家己也要想啦，其实政府禁的物件太济咧啦，但是伊无一项执行会完成的嘛。嗯，哦，对不对？我来讲，你啊禁钱无在条件，较早迄个土贼趁机压出来是笑死人的，一年更多啊大钱，工程啊这边一支票啊，更不抽钱，哎，更不抽钱啊！哦，哎，较早土贼啥，即卖唔是呢，即卖阿爸改正起来是跟这些一模一样嘞。嗯。用这些的一模一样的，甚至个得用这些的枪支来拍呢，迄钱已经变价值就挺多。啊，伊这个个烟味，唔是这些的，是改造的。啊，改造的精密度，讲跟真枪一模一样。你俩见面都是会开哦，对，因为是咩啊？点样就会了？当场最多啊！啊，因为你还哎，你还要就反正小维都平安了，再来是刚才平安的，好啦，是啊，感谢啦，好，他打电话开哦，我已发钱回来，多谢兄弟。嗯。毒品这个物件，政府有想办法要治无？绝对有啦！我保证，咱的任何一个政府拢无希望伊个国民食毒啦。可以来看，是无一个政府讲有法度能扫除毒品完全成功。啊，无法度，真正扫除成功的，对，那就亲像诈骗吼。啊，就是亲像诈骗，啊，你甲恁高管、公家、恁宣传家呢，啊，这个也是啊，恁样个大堆。好啊，所以这个就做啥？这个分段，这个物件真正从哪一个？也造成数食毒变作方便。对。就差你家啦，所以当时你想的，对，我今年跳，我突然这边拿起来，这边拿起来，嘛是有可能的吼，因为我本来在个，刚回来两天，但系就毒，是毒品吼，一条没加价，有啊，啊是二面跳。这是一个上界快乐的所在，一切真自在，关心土地人的爱。这是一个上界自由的所在，快乐爱台湾，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中网路选哪一家好呢？凯擘大宽屏，值得信赖的网路专家。中网路选哪一家好呢？凯擘大宽屏，值得信赖的网路专家。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助警器那是啥哈？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中网路选哪一家好呢？凯擘大宽屏，值得信赖的网路专家。中网路选哪一家好呢？凯擘大宽屏，值得信赖的网路专家。2024高雄电村嘉年华来啦！10月26、27号凤山黄埔新村，11月2号、3号高山乐群村，11月9号、10号左营建业新村，多人表演到场来投乐，眷村好菜露天电影院，市集闯关与手作活动，好运观光乐，眷村拍贴机多享好礼。高雄眷村嘉年华10月26
六到十一月十号等你来。活动组站高雄县参观网查询，高雄政府文化局广告。中网路选哪一家好呢？凯擘大宽屏，值得信赖的网络专家。中网路选哪一家好呢？凯擘大宽屏，值得信赖的网络专家。哎，武行台北来啊，是不是要做防台准备啊？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防台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防台用品哦。要跟我下载消防防灾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无方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快乐电动房，快乐狗狗饼97.5，快乐胡家男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华东98.3，快乐配偶96.7，快乐红虾91.3，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动房。现在时间9点整。双氧气膏真正有够好，用过人人都好了。配合正确洗漱的习惯，真正会当让你的气管愈洗愈健康，愈洗愈健康。关键电话卡号通，当然看了7945-0799，7945-0799。七九，感谢你。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哦，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咱这边有个登来节目现场，咱节目就开始赶快啦吼啊！要来邀请中国听众朋友做来欣赏这首歌曲呢。这首歌就是咱高雄市陈小姐来点播中天君演唱《天来无惊情》。
母，感是人生的中道。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这个现场，我转个免费的机会转线，空不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电话的在是啊，8点到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然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东西拢会兴奋，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好，来简单看一下这个以色列啦，加是专门做这个做哈马斯啦、伊朗啦、叙利亚吼，一、这个国家弄上来的计划案要派掉。这个哈马斯这边要听讲吼，因啊出一个代理吼，以色列随便打炸掉，所以出来有随炸掉就对啦，拢占这三手联动就对吼。啊，另外呢，这个真主党也是同款，真主党一个迄个做领袖的接班人，因为原本那个领袖无吼，已经叫以色列给炸死啊。嗯，然后要真主党，哎，就个随个再参选一个带头，你讲是袂当军人无收啊吼。嗯，所以这个带头追出来尔，迄个讲差一礼拜尔。嗯，是叫以色列是个首领，是个大，就个挑。现在有几多啊？啊，伊个节目系统唔上啦。哎，啊，以色列吼，恁这个美国会提供，我感觉。拢有啦，啊！以色列本来伊个情报世界有名，以色列本来你看你，所以加些人家，不是不简单啊！你输出来，不是都个刀，你顶头，你不是刚刚加些人，你顶头在这边讲呢？顶头迄个哈马斯，迄个规划去拍以色列迄个最主要的人，马哈达迄个刚刚拍几年啊？对啊！他说以色列伊这个国家吼，咱讲熟悉的吼，实在是，他妈佩服伊啦吼，尤其是因迄个架势吼，咱刚刚讲的吼，因那种出世界的。所以我的公公这回今天俄罗斯打的不是乌克兰，是以色列为俄罗斯反正打了半魔反正啦。啊，这个哈马斯是从扎德弄的啦，哈马斯说好啦，这样到家里我不爱去等他，因为哈马斯的武器是从这的，叙利亚跟伊朗绝对都是国家，他本来哈马斯是一个团队，他的火箭都吃了差不多啊，现在都从以色列在吃了，但是现在伊朗一个看他就对了，开始吃以色列啦，阿西利亚怕，啊，这个登记啊，伫这个军部的迄种的这个网站哦，看到以色列写一个，睇了他听一个，伊个几大呢，对吼？
这几栋挂恐怖，你敢知影？伊锁定这栋大楼内底呢，有这种叫做这个叫做珍珠板的接班人，准备要接班啊，要接班啊！伊锁定讲你就厉害的，这栋大楼几楼管？你敢知影？什么叫高楼管？啊，伊的肩膊吼，迄、那个接班人是倒位伫地下室。哇，我懂。高楼管哦，伫地下室。结果伊说，转角下去牵起来，你用无人机载到牵到。迄只，这只开大工叫做啥？叫咖喱啊，咖喱啊。不对，那个哪里的？哪里是哪里的？哪里在那个工厂？那叫做穿山甲。嗯，这个这样飞短，转转转转，对这栋大楼的上顶楼，从砸落去，对，啊落去了后拢都爆炸，探过高楼、八楼、七楼、六楼安尼，一直落去到地下室，砰一下，规栋大楼搞没。嗯，对，好啊，这个很恐怖的，这种灾，这种飞短对啦，哈，啊意思你讲这大家的影响不上啊。好啊，这。他说：“那伊个就是个原子爆炸，伊对足远的所在牵落来了，伊也非常创造力，创造力，哎，对，伊办，我哋边个去讲啊？伊办得吼，啊，佮加上迄个就做啥呢？迄个惯性，就所以你用钱落来了，速度非常的紧，不水爆炸，啊，不水爆炸，伊咱设定伫咧钱条目的地了后，大概十秒了啊，嘣，还是二十秒了啊，嘣，啊，你无讲之前，伊这炸药的弹量就直接探过你上界顶头的天棚。”啊，人贪贵，贪强气标呢，贪贵。对，更贵你也听懂。哎，上坡坡是伊连山更高啦。安尼哦，哎，连山更高啦，啊，更高个地下。啊，我安尼无，我都啊，更个地下是较薄啊，较薄窄，较薄窄。薄窄。哎，都唔是。啊，听伊讲哦，讲叫这个炸弹炸掉了，对啦。你当看到遐飞弹，那比你面头前，啊，可能一秒了便宜。哦，以前的用的。以前迄个什么人？迄个美国。美国的东西布西嘛，小布西，刚才像小布西的话，那对杀那个噶炸那个世贸大楼，海丹拿肉林啊，什么啊，有几个名，起码就是预备起的，就是翻山肉然后修啊，对，移动密地的啊，什么东西？宾拉登，这东西美国人用这个飞弹来给啊，来冲啊，不，冲伊的地道啊，伊美国伊有另外一种的嘛，是有类似这种红牛，但是美国迄条，像你讲那种飞弹是差袂到地，当差落去贵啊，不来两千。对，啊，伊美国上当啊，啊，落去到地较薄啊，啊，落去较薄，延迟开关啊嘛，落去较薄对，啊，美国有一条，这个。两个山的，听伊讲讲，迄个时阵为着要应付这种两个山，拢变是建筑不来底了。啊，所以伊安那应该美国自己炮攻哦，甲退落来。炮攻弹，弹不够啊，大家看，啊，你阿头前真大头啊，头前个真炸药对，啊，咱推进去就无，刚好是稳定的尔。啊，迄个牵落来要用卫星定位直接定好了，迄对足悬的起点甲你牵落来。啊，迄个物件愈飞愈紧，啊，因为非常重啊，啊，所以。整落去了后，那个穿地炸弹的，这非常恐怖，这落去了崩溃哦，伊根本无咧看你地下刀，人伊都无咧管，这大家我认为你有地下刀，我有压榨，有必然的所在，啊，我怎样来填落？啊，你炸落了，就算填无着地下刀，干那迄个爆炸震动了，你地下刀拢含袂，人全部话大了，对啦，哎，对，全部话大了，恐怖了。这个变精嘛，这个变精，对吧？所以这个上面这个珍珠党啊，对啦，哇，是的，因是这样，用的以色列飞弹来的，这相片，这段影片哦，更加精彩。哦，这个你注意是讲有影片能看到，有影，有影把精彩，边啊这栋厝比较无呢？规栋厝我讲无呢，一样无呢。热气了，拢爆炸了，规拢无呢。哎呦，是属于地上的对，对吧？对啦，这边爆就爆一道。这个不该关系蛮大呀，系啦系啦，啊，这个伊是伫落已经震落去到上下骹了，啊，崩崩了，这根柱根挂筋来倒下，对吧？系啦，同阿说，人当然这绝对唔是干阿炸掉迄个所谓嘅砖板片，对唔过，你都睇大镬啦，大镬绝对足济，一般嘅人就。啊，你到呢东西，哈马斯同台北啊，冇大部市场啊，冇去甲你讲掉，啊，马好你哋必须要趁钱。那见识到时间啦。哦，真贵啊，各位，当铺啊。这个影片咧，就是做安来讲，这种炸法就对，比迄种人咧拆除爆破的，用炸咧拆除，也搁较精准。因为伊说咧，要拍一间爱边啊，得个另外有一间大楼啦，边啊另外搁一间大楼，那个伊要拍的这间掉掉，炸成白白无呀，边啊迄栋大楼还搁好好呀，我比拆除较准的对啦。
嗯，阿廖弟啊，好，有钱呐，啊有钱，伊都我都能开发展非常先进，研究非常先进的武器出来啦。贪官花钱，这个国家搞贪钱，所以都同人家全世界都是上好贪钱。较早伫咱台湾，真是怎啊无迄个什么迄个 AI 的教育无？啊，黄仁勋，黄仁勋那个包括伊的标签门还是标志，另外迄个无？因为这么在每个明星啊，每个苏志峰啊，哦，苏志峰啊，哦，标签门啊，标签门，苏志峰，伊也是迄个拢迄种大人物啊。嗯，啊，这个苏志峰伊今仔日伊的成就，我那含迄个啥，含迄个黄仁勋平平，我拢足厉害个，对个拢甲迄个世界级地美国的公司已经咁样倒去啊，底下你未趁钱，伊个未需要无偌久随份大趁钱啊。啊！人访问咧，访问那个苏世峰因老爸，问讲安是安怎啊？我当肯定三件加加这个啊。伊就讲伊 K B， 伊讲伊面 K B 高了后的时阵，伊有一回，伊就去感受着讲，我这个以色列人哪能这个趁钱啊？这个做生意这个趁钱啊？啊！有一回，伊就去册局底下说，看到吼，一本册是专门咧介绍以色列咧安那教因的后生仔，出事就开始，就讲下，咧那教育因后生仔，伊就讲，有这个册在搞吗？伊就提上去。啊！同啊，用迄套方式，用以色列咧教育因后生查囡啊，迄套方式同啊来个教因查囡啊，苏志峰，你讲我两个人教那样样，教工资帮助。我那本身看囡啊，本身教伊爹地啊，我老年分啊，你个提出你车来搞我教，唔是咁款，你讲来阿公，睇我唔多条，哈哈哈哈哈，终于啦，大阿公姐，等等啊，我睇我朋友讲，哈哈哈哈哈，好，这个西瓜差钱，哎呀，这个。滚入的这个变得作数字，我讲这些影片拢是战地记者传出来的，对啊。啊，这有人时啊，这个咱看的，干那相片的感受的，我看捧的到底有够好看的。看你讲的恐怖啊！但是准，而且个实相够高，恐怖的先讲好看够。啊，这个在顶面啊，这个在嘛，诶，顶个月这影片，这个俄罗斯的军人啊，这个阵调，啊也阵又拢拍低了了，处理起来了。啊，乌克兰那边啊，用那个无人机有无？去跨掉伊啊，跨掉伊啊，然后用准备那个 control 吧，用无人机 control 了，然后准备那个 can 啊，那个伊在关心气象飞，我听他妈电脑导航，系啊，啊无人机我水降电光个蓝天，电脑边个从那边飞嘞，了，啊无人机向这边夹一堆堆啊，啊这个俄罗斯的军人，刚刚从杂业艺术来讲，叫我对伊起来看，啊讲别带用白啊，就叫无人。机的方向镜，哎，影片够清楚的哦。啊，然后呢，这无人机搁在向前搁行，一个白个，搁向前行搁白滑了。乌克兰人，阿这人怎话意思啊？我说无人机就慢慢啊，一直飞，一直白，一直白，一直白，白去到位，白去乌克兰来，白去乌克兰来，对啊。啊，这个战友，我有无理解？我无理解，无人个遐个操作。对，啊，就是有够清楚的。你再看到我前头阿电话直播，我感觉真正配合的。虽然我推阿俄罗斯的感情进乌克兰，乌克兰的乌。无人机去发现到，有那是一个俄罗斯的兵啊。啊，照伊迄篇文章，伊咧写讲，这个兵啊，大概无超过22岁啊。嗯，少年了，就非常少年的兵啊。啊，这个兵啊，像文章从一支步枪尔。啊，看到无人机对了嘞，又看到啊。所以看到无人机啊，伊当地无人机面头前加伊步枪客，向家己下啦。哦，对，你想买到未啊？对啦，无，伊不爱到站。嗯，啊，伊嘛怎到未啊？伊不爱导航啦。系啊，伊不爱导航。我有没有力量？对，我们播 AK 的话，用那个勇气过，这当场都接来，就要清清楚楚。那个是中等，中等是都系两个人，系啦嘛，都话我啲嘢全部扯得老错，我心眼。蛮够够嘅，我睇到有啲，中央片事实上，我谂看第一看正经就是一万红，我第二就是讲咩啊？看到林青啊，画林青，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个，我来到中是中，我什么中听不完？啊，这个无人机之中。以后的战场顶面哦，已经差嘛好啦，攻击嘛好啦，这绝对以后发展的愈来愈强，对不对？到尾是这产能都拢免处理哦，
高的情况，可能他用机器人在拍。哦，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生产公司咱专这边会的叫会专线电话哈。哎，这班人水出来，水要死，水出来，水要死呀！你什么铁工地来？对，我回家班长，我慢慢慢慢。好啊，一个啊，都是些数学的，没有，加油，对啊，得了，得了，得了，台湾。他教你的，那是咱教人讲中国是个对国，阿侬要教人教伊，是啦。啊，国中家地嘞哦，国中家地哦，英文是安尼啦。反正国中听讲后壁个老人变，后一变迄个选举应该好用啊，应该是安尼啦。应该是安尼啦。哦，好啦，咱继续看新闻再说嘛。那另外咱来个报一篇台南市这个社会新闻，这礼拜啦已经发生真济道吼，就是迄个山道，人都讲讲无人。企业压高吼，浪浪，人家是咩情况？对啦，浪浪浪，流浪钱啊，假死人，假受伤人的案件，案子件又过吼啊，超越过一件安尼啦。今仔咱又过看到吼，伫台南的客家这个所在啊，讲吼。有一大堆流浪狗吼，安尼出来咬人，咬到安尼老血老滴，受伤大病院啦吼。啊，当然啊，有关单位伊讲伊有咧抓，毋是无咧抓啦吼。啊，你问题你都有当时啊，狗啊饲饲会放生，啊放生出嚟的时候，你都乌白走乌白撞啊乌白吼，佮再生团啊愈生愈生。啊，迄、那个狗啊咧生吼，伊足厉害哦，伊个狗啊竟然规手生落来吼，伊拢坐伫迄上足偏僻的所在，你根本你看伊袂到啦。啊，一直狗较大只，伊较撞出来，啊大只你要。也是这种派列啊，还看还也要加面。啊，伊就处理高温，处理细节加物件去啊。啊，加物件去，因为咱知影吼，咱的本事真侪嘛。啊，有一挂食剩的迄个便当客啊啦，有诶无？人人在在因着去细节剩的去加。啊，我那有一挂所谓的优心人士啦，会去吃啊。要讲我买几包得吃啊吼，啊去吼看对头有几群的流浪狗，伊就去啊也迄个吃啊，好食啊呢。来，你讲客家的流浪狗吼特别歹啊，讲最近又搁有发生吼。啊！你流浪狗吼出来咬人啦，地下家的三兄弟一名，85岁阿嬷去咬掉啦。啊，这是已经吼客家今年发生第三道这个狗啊咬人的事件。客家区区长张明宝伊啊咧慰问伤者啊，台南市啊动物防疫的保护处长毛讲啊，讲一直到我今年，我已经地下家三兄弟这个所在吼，已经掠101只的刷狗啊啦吼。啊，将来继续吼，从这个所谓的这个游荡犬哦，安尼来个迄个做管制来个对立安尼啦，下边搁再发生人体有家庭。你讲客家区的三庆里丁州，丁州社区第6月28，丁州那专门咧在市街吼，市街开门啊，丁州的市街吼，6月28哦，对啦，曾经发生野狗攻击人的事件，一名71岁查甫人呢，捡狗啊咧，家家大病院啦。7月19，中秋节的暗暝，迄一天，一名72岁女性骑着奥多麦经过客家的光华里，来到吼三庆里的交界这个所在的道路呢，捡一只熊冲出来，野狗呢，吼，安尼个加一个，哇，不是个加啦，冲出来了阵，海鱼团吃跋倒啦，啊吃跋倒，人挂车吃跋倒，头壳内底出血啦，啊边啊去等三机吼，边啊去等三机哦，啊上边去救只，将一条生命救倒上来，啊无想着讲这个野狗都打吼啊，做下无话顾命呢。这一个月呢，顶礼拜是17日的透早6点外，一名这个妇人人来到红林的做事，啊，经过客家的三庆里南二线的所在吼，而这个附近的气温啊，竟然讲好一只狗啊冲来个咬伊的小卡腿啦，啊，迄、那个小卡腿吼叫大家吼记着滚呢。目前即马人伫柳营病院啊，柳营基地病院底下咧做治疗。哦，多谢，听多谢。大家记滚哦，记啦，大家滚拢看到吼。啊，有一名社会民众，你讲讲伫三庆里顶洲社区吼，到家今仔日已经发生两件严重的狗咬人的事件。即处即名妇人人只是透早啊去园林做事娘娘咧，啊就去用锣啊冲出来，狗啊把你咬掉啦。啊，这个狗啊吼，实在吼危害地方的安全吼，一直拢无法度有效人处理呢。如果呐咬出人性命来，请问啥物负责？人命不如狗命吗？客家区公所伫这个阿妈向咬掉伤了后，清清啊啊有卡电话三道去甲问啦、慰问啦，搁在由区长吼张明宝来到吼病院送安。包那个地惊一个，公所马来联络台南市吼，动保处一定爱做好吼，这个啊所谓的流浪狗的管制问题。
学家啦、七股啦，像中国，因为阿像，现在有基地的，咱家这个，那个孔庙，那八块里啊，不是八块里啊，八块里啊，那个，基地的。去大同，大同去这边，大同呀！哦，一潮哪？你唔够话钱，小王正家读经济，你唔够话钱咧？是哦，派流浪嘅钱啊，仲有流浪嘅钱，啲钱所以就抓街鬼滚滚。你喺呢啲出国吼，你唔知啊？你多啲讲啊，喺时边怎样啊？钱也够我见啊！我哋出国啲海边啊，温啊吼，看流浪狗跳对迄个咸水库内，温啊烧水去夹伊啊起来咧。哎呀，有啊，三个出国嘅狗啊，做老鼠海猪。跳伊个代志，咪跳落海啊！伊伫海边温啊，啊伊咸水温啊，咸水温啊，啊跳落温啊，甲人咧饲个伊，啊伊啊，小个甲夹出来，夹起来旁边咧食咧。哦，大哥啊，乜话厉害？大哥啊，伊边遐诶，狗啊吼，伊差不多迄种有人，你讲野心嘛，嘛真正野心，你唔敢饲个，遐狗啊无得偷食，迄个猫仔无得偷食，啊所以有人就是饲个一个问题啊，你个狗啊酒鬼鬼咧，狗啊就是多一部分啦，因为迄个地区性的迄个。的观念啦，伊咧感觉我手底家，我手底家，这就是属于我的。搞外公叫人，你若睇有人来的，为了这个，伊就感觉讲你是要来甲我抢地盘啊，啊唔正咧，唔正起来讲句。诶，狗啊，遐这个流浪狗啊，单独一只唔正哦，啊佫袂讲你啊规群的时阵无，这只规弱，你啊就全部对嘛，就拢对啦，是安尼啦。我咧我家人同款，伊咧家己一个比我高人嘛，啊一个大龟仔就笑掉啦。对，人伊就。你一个人伫遐。哎，你该走了。嗯，好啦吼，啊，这流浪狗嘛是同款，啊，就政府咧，其实无人道扑杀啦，无啦无。以前是啊，刚刚变成别个手，打一人道，啊，但是你无人道扑杀吼，就是唯一办法就是安那个结扎嘛。嗯嗯。就是个结扎，吼，你卖个生，卖个团，你就对。啊，但是这样拢做会起的，对。想会起，我起先特拢提一件嘛，一百几平，正平八块钱，啊，用豆平这平正吼，贵拢。大同的地嘛，还高了多少钱呢？而且我讲七八家，都贵啊！哎，有人在乞丐，啊，你还别讲人家贵哦，我讲是啊。啊，那个一来金奖也嘛一堆啊，一来金奖也嘛一堆。啊，这个他也在讲的，那个七哥那个盐场那个所在啊，哎，温啊，拢咸水温啊，咸水温啊，哎呀，狗啊，多注意哦，在咧这个做盐场的头前，遐狗啊，伊平时食物件伊就过来，过来到这边路家，来放地啊，一家休，哎。哎，拿物件食食，啊，拿物件食，就跳等于温啊，你烧等于温啊，加温啊，涨，要切看地啊，那底下煮完就对啦，啊，你一两两就对啦，啊，大龙讲你海狗，海狗边界波啊，啊，为着你做为着你看只狗，你专门走去看，啊，温啊，加温啊，涨，你根本无多水啊，你狗啊，湿地登记底下拍烟哦，啊，浸咸水浸加起门嘅湿地拢看出几个啊，对啊，对啊，啊，咩拖鞋咩？多钱啊？哎，不是多钱啊！迄个另外一间小保镖，多钱一间做大件。我先老李问啊，老李问，老李问啊，搞啊那么济。嗯。哦，我一边话都系有嘅咧，甲周围两个人讲坐公车，老人嘛，对唔对？吼，打唔翻我咯。如果平常时你嚟听讲啲老人，挂啦，好啦。两个人，啊，两个人就讲，哎，其他下人唔当搞嚟，我只系讲阿仔，一年后嚟知道嘛。唔单坐公车，坐下老李问。哦。坐台湾岛也头，车站坐台湾岛头前嘅。阿姨就坐车去你啊，我阿姨要加就骑我都买过来，阿爸回乡嘛，阿娘娘坐伊啊单公车，阿爷这个机会就讲咧，阿暗特别食沙龙票，食到晚呀暗时啊都唔想食，阿娘娘都走去买炸鸡啊，系啊，阿机会嗰啲锅贴啥，这个两个聊 A 啊，嘛拢无人啊嘛，两个人坐伊啊开讲嘅时阵啊，讲讲。香港话就系头公咁叫包加包，你管咩？我话你两个拢叫咩陪？迄个炸鸡，迄个汤面咁出来啊！啊咪第二种冇敢背，阿冇敢讲，冇背就败啊！搞完咩？背掉你先，你又冇话啫，你识？真正背头先啊！正讲嘅，正讲嘅，吓，时间得等，系。非常感谢咱电台尤其是过来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这么是广告的时间呐、啊，咱广告的时间就要介绍咱产品，和咱用起我话怎么讲，身体什么保养了掉，赚较侪钱了掉啊哈，钱许多你开不了了掉，但你身体那叫坏去了掉，逐天你找病，逐天你看见病医，哎，病医咧检查，你感觉都烦了，好人见病医有无？
有够多有够多了，对。伊敢无要顾身体，绝对爱顾身体。有钱人介敢唔顾身体，所以用钱话，但是不得不惊病啊，对。身体都无好啊，未好啊，安尼对。啊，善良人呢，逐天在早餐堂，无谈你都无饭通吃，无谈今仔日无收入，明仔食饭都会做来唔差。伊若身体比较苦了，就遭病，那时阵更加痛苦了，对。所以用时是有个人在做朋友，但现在公司产品希望用时话，是我听的。比用时那开业去的人，你个开起来担保这金钱来保养着你的身体，对你的身体真正有足大的帮忙的咧。但现在公司是投产几笔产品，到这样是这久的时间呢？咱开播到这样是看几年了就，这样久的这时间了就用时话，跟人在做朋友，到这样是无变。有人行为大有唱，跟感谢的物件，咱台湾第一大有唱，跟感谢的物件，咱有信心来吃着，无一点仔副作用。品质就是品质，保证就是保证了着。所以，雄狮话讲，对咱石头山真有信心。吃了九十五岁，我真讲啊，吃九十五岁。诶，雄狮话，你吃咱三杯，我一个朋友，伊老爸是台北，你听咱的节目，其他人叫叫你寄去台北。看大人家玩兵休息，安尼了。九十五岁，伊跟我讲九十几岁啊。所以用许多现在全部即安尼等于是咧听咱直播，就九十五岁要去听咱直播，去吃咱产品了跳。九十五岁以上的高者，就是心理用，保持会健康，啊，可能性能骨质疏松散。所以用许多你也是你便宜咧走啦吼，还是喊你啦吼，喊你看下去啦吼，对身体上的帮忙哦，啊，有限啊。那是被送怪孙的啦，你是多等挂等去。不管是皮肤的问题也好，皮肤这未治病啊，啊，但是皮肤问题也好，女性哦，更年期状态也好了就，发性地啦，规拢乱了就啦，安尼就对吼，这种是实际。包括我做老夫，我这个病痛了就，安尼啊，做钱就继续，第许多咱这个身上的就也真能出来了。那所以要你是拍电话过来，以许多单为主，配合咱的扔骨锁和骨头。骨头特别爱骨，因为较有个人吼，骨头无骨头就袂使，就是，一走路你就艰苦啦。所以用指导，甲我迄个时阵走路艰苦，中间痛啊，啊，你要医哦，真正骨头歹医啊。平时即嘛来个做保养哦，软骨素看得你吼，准备变个第二代。骨头目睭，伊即嘛我只机啊，你看下中间就对啦吼。哎，最近目睭生埋，骨愈大，骨愈大，就袂紧啊。骨变老，过两年开始就举手机啊，伫咧看着啦。啊、所以咱从事条件就是，咱老大人，即叶黄素伫一间底，失去都别个倒转来啊呢，失去都别个倒转来，所以要保护你的目睭。咱金日本第二代就是要你保护目睭，你来吃，总会伊会惊起。特别像别人安尼接手就是，咱哥直接走啊，唔免。啊呢，所以你金日本第二代，何里做何用？你要注意顾目睭吼。我不晓得，即会有。咱姚连阿敢讲啊，足详细详细就对啦。这个我不有先我介绍中国黄祖英啊，这样子人介绍我来用心是话做了解就对吼。这是我不有先老师啊，对这个会心理啊，这更加重要。心脏啊，也会更啊，未使给我太了吼啊。这是我不有先专门来吃这种，请你再拿什么出去就对吼。我不有先保存点，这男士朋友吼，你吃啊，女士朋友唔知啊。你阿妈认为啦，有诶，从刚才放尿伊若无甲你讲，你毋知伊放尿头都有顺序无？像这老大人哦，放尿拢未顺序，一股股哩吼，迄尿尾放袂离啊，啊，规个这个大裤拢做多条，清起来哦，很多泥啊，清起来还佫住嘞，大裤拢闭，这亲戚人拢安尼，我一个老朋友大拢买，搞有这个感觉个对啦，即嘛足费气了对，这个放尿放尿到条拢唔三分，安尼，这咱保存个关键作用哦，非常做，当然是变态的人，你变态的食食物食啥物，当然我甲你赞同啦，吼、哦，安尼，但是要保我这个血糕哦，真困难。最简单的血氧素两粒，再加两粒，暗加两粒，血氧素要互咱食，就是安尼两粒。所以红细胞今天用品，这血氧素真好哦。咱讲熟悉的，这日本加韩国吼，今年销售五千万了，对咱台湾的本地人，敢会输吗？对，只要人都会变的。病的真正因为乳腺病病的几率特别高，咱因为较有诶雄性大老大人病迄个几率特别高了，对。其实现象伫个病迄中间吼，你家己唔知影当作感冒，头晕暗啦，暗时啊歹困啊，目睭涩涩啦，有诶无啊，心痛啊，颤颤颤啊，感觉大心亏啊。雄性大，你当作讲啊，惨啊，我唔知体着啥物病啊，安尼了，对。特别啊，无着风邪啦、寒着啦、感冒啦，甲头壳红啦，安尼了，对。啊，结果呢，唔是。
贫血都是有奈安尼。所以特别咱的血红素介绍中心时段服用最大的目的就是这些所在了，对吼。那不吃血红素吼，这病人有可能都无多了，对吼。安尼，太医啊，太注意对吼。感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来，接下来给咱们来安排一首歌吼，这是咱啊十指。是志丹小姐来点播吼，张大哥演唱的歌啦，这首歌叫做《难忘的人》。转嗰边会嘅机会转数啊，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因为在是第一点到因啊，第七点啊，咱们专人来台湾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的，你讲过来恭喜我们先困，啊来台湾做回答哈，再来。啊，别时间都看可以啦吼，大家开讲破刀啦，啊，办啊轻松咧，吼，话题话题啊，讲出个细节吼，二六九九四五六，二六九九四五六，带人去电话，我个头表咧发加空六，卡通的时阵拜六，先记住我细声吼，啊，咱讲话只能挖紧电话等，啊，这个做讲较大声一点，好啦，哎呦，哎，你好，你好，喂，你好，钟大哥，好欢迎，我卡在台英国国小，我咧英国路边有张加纳高加利的迄度。看看啊，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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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个保安路遐一间阿红夫妻家边啊吼，迄叫做迄个什么那个年代啦，什么我感觉哦，这种迷失不要再陷入了啦。嗯。我们话到这边哦，这故宫噶目前噶起码咱讲实在，不管你即摆从三代从四代哦，我讲会利用咱台湾也是是当地，不管我讲，直接是了了无。啊，你个只个资源，家己只个人的钱，你哪会用来多讲多五大亿的钱，直接来是直接，对你的帮助会更加大个钱。嗯。你用来做这款物事啦。嗯。加油，谢谢大家。啊，帮助鼓励，谢谢。这个社会，等你头头讲法律啊，算这个。嗯。当社会犯法的愈多，代表法律的无完整，立法委员爱去调整。就亲像我是感觉讲，政党唔通不分区的位。
伊无你以后未来，伊无啊多加牵制，就足简单啦。国民党这个汪小玲啊，伊是哈佛的，诶，法律咧足厉害啊。是那去到国民党如果在讲迄个话，佮伊讲现在可能在咧困啊。我在我是感觉讲选区真条件，地摆有不分区诶。你观众去到地方，伊拢无在发挥，不来一项。柯文哲因爸爸是足善良的人，因爸爸你卖倒伫遐讲饭谈传这个讲，伊若卖传这个何水英啊，大这个挂文哲安尼，今仔日挂文哲袂用乖啦，今仔日挂文哲的一记当当是因老母的个性，因伊伫个家庭大汉看起来，我讲因可美人，你怪别人怪民进党，怪因娘，你家己爱，家己的囡仔，你家家叫小贪吗？要咪讲怪什么政府？贪不借钱的。我讲给你听啦，因这口罩就是因何水英教迄个囡仔，别人的囝拢会唔着因的囝面。哎，有影有影。因别人教囝啦，安尼我跟你讲啦，囝拢啦全部都好食啦。是，嘴巴安尼做啦。好，谢谢你，谢谢你，我真正有咩啊？我咧做总统，咪去地台，我咪看。